施主，这个洞穴下面四通八达，到底佢嘅范围伸展到去边一度？我相信许建喺呢度，月底嘅范围已经蔓延到蜀山嘅山底，我哋时间无多啦，大家翻头做嘢，单神子。系施主，你入过魔穴，至少略知佢嘅威力，而且你修行比其他人高，所以要靠你守住鱼口睇佢有咩喐动。有任何动静向峨眉山报告，有咩出嚟先斩后奏。我身为峨眉大弟子。 一定会以身作则，把守头关。吴天中，你虽然系峨眉山嘅人，呢件事始终关你蜀山嘅生死命脉。有劳你通知五台山同蜀山其他大山，叫佢哋守住自己嘅镇山之宝，祭祀真庆外事。消灭老怪，已不用迟，我而家就出发。冇谂过会翻返出嚟，希望以后我哋有机会再联手。入边同出边都系一样，都系一人一个方向。你守喺度都好紧要。 天雷双剑、云中七师同其他门人，你哋跟我翻去，准备对策应付血魔出关。是的。